国体操队成员冯喆在奥运期间吸引了近200万微博粉丝。这个略有婴儿肥的体操少年出生于1987年，奥运比赛期间也不忘发微博调侃生活。在他的微博上，几乎每条都有故事，有包袱。更可爱的是，小胖还都配上了各种相得益彰的萌图，被网友赞为最萌帅哥。